大家注意看，这是我们新品研发的极光照面，它可以把任何的墙体变成瓷砖的效果。首先滚涂几个不同颜色的乳胶漆，之后用咱们正版确涂的极光照面披挂在墙体的表面，等干透之后呢，进行打磨抛光。而抛完光的效果，它就如真正的瓷砖般，侧面如镜，光滑如玉的手感，特别是防水性还非常非常的好，它属于水性单组分的环保涂料，感觉以后用得上，可以点个关注，省得以后找不到了。